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 F1 赛车场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布置了。我们大致上在今天是9月9号，礼拜五，所以明天9月10号、9月11号、9月11号的话，他们这边就会有 F1 赛车的比赛。你看一下那跑道，这边开始就会封路了哦。后面那个也是。Hello， 各位。这条整条都是 F1 赛车的跑道。那我们大致上礼拜一的时候。好，那大致上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来这边看一下 F1 赛车的一个现场状况。那要来共襄盛举的话，我们就是下礼拜11月12号，9月12号开始就会有一个不错的比赛现场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往漂亮的摩天轮那边出发。以上是我们在新加坡的 F1 赛车跑道的现场。